做梦都想不到，来时候好好的，回不去了。他们拉东西。我都问他，我说那东西没拿，还没得，后头点赞到死，然后又说是放起来的，但实际上他现在应该是还在包包头的，我们也没劝你喊他拿包包看嘛，然后就等你们来了然后再看。他们不看了三个包包，我也不确定里面还有其他的东西。这个是他在往包里面装东西。刚才我看了监控啊，现在请你们依法配合检查啊，把你们包包打开啊。再等下去。好。你三个留言，两百块的留言。先撑下嘛，撑下，还有没得？那儿还有一下。走，装完了，快点走。